8月16日，阿娇钟欣桐在自己微博上传一段视频，并配文称整个人都融化了。 So sweet girls， 视频中阿娇身穿黑色 T 恤白色裤子，看起来很是温柔。她与友人家的两个女儿亲密玩耍，被萌娃表白后，阿娇笑容灿烂，看起来超级开心。做咩呀你两个，我喜欢你是不是这么挂住先？我喜欢你姐姐。为什么呀？那你喜欢不喜欢妈妈？喜欢。那你喜欢谁多一点？姐姐。那你挂住谁多一点？姐姐。吓，真的？我又是。那妈妈怎么了？冧晒。妈妈怎么了？两个都喜欢。是吗？网友纷纷表示好美，愿你一直幸福哦。毛毛，中意娇姐姐多点，天啊，这测验我真的是爆爱。